古堡这一次的新品，它拿到了、就是、跟日本那边合作，对，跟研究所合作、然后做成了两种不一样的剂量。嗯，就如果是熟龄人士啊，会推荐你吃500。嗯，那如果是比较年轻的，你想要及早开始做保养，那你可以吃200。嗯，这个我真的觉得超珍贵。嗯，因为你很难看到一个成分这么干净，而且在制程上面也非常的讲究。我们使用的是健康的猪脂的胎盘，因为日本本身其实他们对于医疗或者是爱美，其实啊，我跟大家讲，其实胎盘素一开始它并不是针对爱美这个市场，嗯，它其实是针对身体健康开始的，对，还没有怀孕开始，它就要去侦测这一只、这猪的健康，对，然后它的那个基因，还有它的病毒、细菌等等，确定它是很健康完全干净的，没有任何重金属残留在身体，然后没有不好的内部成病荷尔蒙，什么都没有，吃的也是最干净的，才能够去。取用，所以其实它是符合这个规定。古堡第一个我觉得好的地方，它用的是抗酸胶囊。嗯，那个胶囊、这个、蛮重要的，对，那个胶囊是可以防止你的胃酸去侵蚀，因为它真正的精华就在里面了。对，它就已经很冷冻萃取，非常精准的把它放在这个胶囊里面，然后又用了一个就是对于你的胃部来讲不会被你的胃酸侵蚀，然后更有利于肠道吸收的，因为胎盘其实里面有很丰富的蛋白质。对，那你预热蛋白质会怎样？它会变化，对，所以其实你等于是没有用，所以其实透过比较科技的技术去把它的活性存下来，然后再让它的分子变小，让我们人的身体可以比较好吸收。没错，等于就是你才能真正的吸取到这里面的精华。这真的就是现在科技的厉害。我们不要讲说吃什么胶原蛋白吃漂亮，然后那吃胎盘是吃什么？我觉得应该讲说它就是陪你老。陪你青春的老，让你老的速度慢下来一点，让你比较舒服一点，就是不会是那种啊我已经膝盖痛了啊我老化了那一种状态，补充体力然后补充身体血色，对，我觉得补充体力的方向去想，对啊，像我们跟那个日本的传教授合作，在2015年就获得英国剑桥颁发健康专业人士100强的奖，所以团教授其实帮我们一起做了这个的研发，他用了非常多的心力在。团教授本身在日本其实非常有名，因为他还得到爱因斯坦奖，他本身在免疫化学疗法这一部分其实下了非常多的功夫，所以这次古堡选择跟我们的团教授合作，个人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尝试看看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古堡这阵子出的一系列的保健食品啊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艳。